我还没刷牙齿呢。早啊！早。你还有看到牛肉吗？太早。你早也太硬了吧！说好8点的。请抓出130克的生菜，131过关吃掉，吃掉它，吃掉它。真的有情没有酱？我不喜欢吃生菜。第二题，各位，还有人，只要叫做禽类。他就不可能吃四只脚吧？你在吃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你在吃什么？我这个是叉烧饭，仙人掌盆栽吧？马铃薯饭吧？地瓜吧？这是小魏，你是不是真的不会画画？这是什么？不要穿这个。OK。好痛。这个有。不要再念了。已经是过去的偶像团体，赶快！好痛啊！